4.9， 然后找了这个代驾。路上呢，他就问我，他说姐，我能不能绕一条路，然后去买杯奶茶？奶茶，他说他老婆要喝，我说可以，那你就绕路去给他买吧。然后我就觉得挺感动的，然后我还问他，我说那他大晚上他要喝，你就给他买吧。他说，也不是他想要喝，是我想给他买。然后他从奶茶店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给他拍了一个视频。然后他说，哎，我接完这一单我就不做了，因为我老婆要喝奶茶，我回家给他送奶茶，就挺感动的。我觉得有钱没钱，就这种细节真的是好多人是没有的。